全马唯一一个雷锅床垫，你自己安排你喜欢的 spring。如果你是有看我上一集哦，参观黄乳工厂 Nepro 的话，对，我又回来了。但是这一次呢，我们不参观，我们拆床。今天我们要开的就是这张床。这张就是传说中哦，可以自己拆掉，再自己去组装的一张床。哎呦，比我家的还舒服哦！感谢酒，感谢。这一张床它是全马唯一一个雷锅床垫。为什么叫雷锅呢？头发很乱，因为哦，它可以好像雷锅这样子搬来搬去、斗来斗去，然后你自己组装它。这个床的特别之处哦，在于它这边后面有一个 zip， 可以滋。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这样子的床啊，还可以拉开 zip 的哎！3、2、1，噔噔噔，雷锅本尊。那这一款床呢，其实它是有两个款式的，一款叫 Nova， 一款叫 Moira。Nova 呢就是这个高密度海绵 ，Moira 呢就是 Latex， 就是看你喜欢睡什么样的床垫，然后你们再自行决定去买什么样的款式。那因为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睡海绵的，所以我们就今天开箱了这个是海绵版本的，就是 Nova。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内部的，通常我们是直接铺一层是看不到的，这是看到的。对啊，可以普通的床也可以看内部，你拿把刀来割开来，全部棉花飞出来过吗？你看啊，这个内部是这样子的哦。它像手发，手发那个骨屑，你看，这个很像铺哎。你要穿水啊嘛？哎，那这张奥蒂玛床最大的特点哦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安排你喜欢的 spring。OK， 这 pocket spring 它有分成三种，一个呢是 soft， 一个 medium， 一个 firm， 就是软、中、硬。像有些人可能他们喜欢睡硬一点的，我们就把硬的放在上面，脚放软的。其实换中间这一搞才是效果最好的，因为睡觉的时候屁股的部分最重要。它颜色已经分好了的，这个最深色的是最硬的，然后中等，然后最浅的就是软的。我的背在，真的挺硬的，我睡不惯硬的床。OK， 我因为我喜欢睡软的，所以我就把两个软的放过来。哎。哇，这个才是适合我的哎，这个比较舒服。真的好睡得着。这个是因为我很喜欢睡软床来的，但是如果你想睡硬床，你就睡隔壁这个咯。哇，很好睡啊。贼细这样的躺到。没有睡，看你这边呐、啊，不然这个太软了。哦，好睡哦。对，我们之前不是在想啊，会不会有一张床是出来低浪一边软一边硬的？我们真的有讲过，我们真的是不是真的真的？它 standard 来的是两个硬、两个中、两个软的，然后但是你可以另外再买的，你可以另外这样子 accessory 买一个，就说比如说我想要更硬一点的话，所以我就可以买多一个的，就硬硬硬。那你买了一个软的，你就软软软。而且它一个好的地方就是，如果它其中一个 spring 坏掉了的话，你是不需要整张床换掉的，你只需要换单独一个 spring， 它是可以单独购买的。反正哦，你想要怎样玩都可以。今天你想要这个软的在上面，明天你想要这个软的在下面，你自己每一天换都可以。其实我觉得这张奥蒂玛床真的很好用，就是可能你有家人来或者有客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根据他们的要求去改变这个床的软硬度。那的价钱是多少呢？它有两款嘛，一个是 Nova， 一个是 Moira。 Nova 原价是4999， Moira 原价是5999，这样双十一当天呢，他们会扣了变成这样子，然后两款都可以再用我的 promo code 扣388块，只有看我的 video 才有哦。可能很多人不懂 Neck Pro， 其实 Neck Pro 拿到 Last More 2021 Home and Living 的 Brand of the Year 这个奖哦，是很难拿的哦。另外我再介绍多两款 Neck Pro 最好卖的床 Glacier， 他们最出名的冷床。马来西亚天气很热，你需要一张很冷很冷的床，很舒服，躺上去就是冷冷，我是睡在那个冰橱这样子的感觉。它的原价呢是2000多块的平时，但是在双十一那天呢，它是卖1889，然后你再用我的 promo code 可以扣419块。第二款最好卖的就是这一个水鼠，很多人说它是最接近五星级 five star hotel 的床的那个感觉，真的很不同，很舒服哎。
重点是哦，双十一当天半夜12点到2点，它只卖999块罢了。然后你再用我的 promo code 扣多70块，快点去买，很抵了这张。所以最近想要买床垫的话，记得看到这个影片，马上去拿我的 promo code， 然后放进购物车先。因为在双十一当天哦，第一个购买的有 buy one free one， 就是说你买一张床就送一张床，买两张就送两张，所以快点去买。就这样啦，拜拜。